为了要打击诈骗，政府是砸下了14亿成立打诈国家队，还要修正打诈三法，但是有用吗？其实数据显示呢，这个打诈国家队的成效似乎不是很好。其实基层警方就发现呢，有近百家的电商他们的个资外泄，当时呢就发函给这个打诈国家队的这个四大部门，像是数位发展部、卫福部、教育部还有经济部，但是呢被调查的居然只有11件，而且裁罚至今一直都是0件。那么内政部长林佑昌他就号称说是砸下14亿要来成立这个打诈国家队，但是去年台湾人被诈骗的金额居然是高达了73亿，在案件数还有财损呢是双双创下了新高，就被说这个90%的破获率难道都是假成绩吗？甚至民众党的立委赖香伶还说报喜不报忧，这个政府才是最大的诈骗集团。但是这次呢打诈三法他们有制定像是这个人头洗钱账户的这个罪名，还有个资外泄要罚1000万元，但是当中这个平台的实名制就被批评了，这个是把组诈这件事推给平台，但是做不做得到那是他们的事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